大家好，我是 i 玩3C 的大米。这个影片要跟大家体验分享的是一个出到第6代的有趣的平板。先来快速开箱，平板背面有很明显的型号跟 TV 的标志，明显是不一样的平板类型。3个摄影镜头，是装饰。先来试着拍摄一张相片。说实话，1300万画素没有太多的期待，也不会真的拿平板电脑来拍照。但是使用上，平板相机较多是用来辨识 QR code， 实际测试是可以用的。转过来，正面也有500万画素，可以用来视讯会议使用。Full HD 10.1寸萤幕，560克。方便外出携带。平板上方有开关机键跟音量调节键。Type-C 接口可以用来充电跟资料传输。比较特别的是，竟然有双SIM卡的插槽。试着使用附赠的退卡针。装上闲置的亚太11元月租 SIM 卡，刚好可以让平板出外也能随时上网。可以使用4G 行动网络连线，出游也可以不间断的追剧、滑社群，妥当。随机还有一条双边都是 Type-C 的传输充电线。说明书：充电豆腐头可以输出20瓦，平板本身可以支援18瓦快充，保护套也是随机赠送，跟平板主机完美结合，可以方便的调整水平的使用角度。不过保护套没有闭合关闭萤幕的功能，有点可惜，希望之后有进阶的保护套可以选购。快来进行开机设定。开机是原生的 Google Android 12系统，所以只有电话跟 Google 的基本应用程式，其他程式可以跟手机一样，在 Google Play 自行下载安装，或是从原有的手机转移同步过来。建议一开始可以先到设定的电池选项里开启电量%的显示。方便随时掌握平板的电量，这是初始设定没有开启的。另外，设定萤幕里面也可以开启深色主题，除了观看比较不刺眼，也比较省电。平板还有一些其他的配件可以使用，这是平板搭配的蓝牙键盘。很轻薄，方便一起携带使用，也是 Type-C 充电。要将平板充当文书处理必备。这是搭配的蓝牙触控笔，开机方式很优雅，双触笔头2下来开机跟关机，笔身也有电量指示灯。一样是一致的 Type-C 充电。最后这个配件应该是平板最特殊的配件，飞鼠遥控器，电源可以唤醒平板开机。神奇的是，资讯键可以解锁平板。然后可以用方向键来选择应用程式，等一下来测试追剧应用。屏幕比手机大，有些使用情境可以同时打开2个程式，点击背景程式列表，在要使用的程式图示上长按，会有分割画面选项，点击就可以双开2个程式使用。来分享我在学习工作方面会用到的程式，因为有参加线上的瑜伽课。我会使用前镜头来开启 Zoom 会议，参加双向课程，还可以开启笔记软体，给小朋友使用触控笔画画。不过试用这支笔并不适合笔记书写，因为跟手性不佳，较为可惜。但是可以给幼龄的小朋友画画。当然，追剧也是重要的。打开订阅的爱奇艺，遥控器左右没有作用，但是上下键可以。 这时候就要开启遥控器飞鼠功能，可以像滑鼠一样的滑动以及点击选定。官方的 Netflix 程式也可以开启，不过可能因为是手机版本，所以遥控器也要使用飞鼠功能才能操控，包括影片的快进跟后退。最后试试 YouTube。 测试一样，要使用飞鼠遥控来操控选定。想要靠在椅背上看片，需要适应一下遥控方式哦。Gmail即将在8月停止服务，假的。平板也是家中的生活应用中心。 平板安装 Home Assistant 方便的控制面板，放在客厅桌上，可以让家中的成员方便的控制家中的所有智慧灯具，开灯、关灯，只是一个按钮的动作。当然，也可以安装 Google Home 来控制 Google 联动的智慧设备跟电视喇叭。安装点餐外送程式。 家中的所有成员就可以方便的使用平板来点餐跟查看外送进度，不一定要等我回家使用我的手机了。还有社交类的程式也可以利用较大的平板荧幕使用 ，Facebook 在大屏幕上观看还是比较舒适。最厉害的是，因为平板有的 SIM 卡，就可以单独安装 LINE 的账号。 成为家中没有手机成员的通用账号使用。我比较少玩手游，但是有了大荧幕的平板，就想玩玩以前要用电脑才能跑得动的《暗黑破坏神》。实际安装体验玩了半个小时，完全没有卡顿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你是否也想要一台家中全家成员都能方便使用的平板呢？这个影片将抽出2台最新的梦想平板6代给频道的粉丝，另外还有1台会在下一个影片抽出，可以参考留言连结。请按赞并订阅 i玩3C 频道。 并在3月23日晚上8点前前往下方留言。留言内容请说出你最想使用梦想平板6代来做什么有趣的应用。中奖的人会先进行 ID 确认，然后着收700元的工本费。希望中奖的就是你。如果你对3C开箱、拍照摄影、智慧家庭有兴趣，欢迎订阅i玩3C 频道。谢谢。